这次考试会分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考你们在赌桌上的运作，祝大家好运。大家都学过了，每把轮盘开始，滚珠要在盘上转八个圈以上才符合标准。秒之内将所有颜色筹码分开，从你开始收到牌到第一把，你有三分钟时间，开始。